再来我们看一下第四题，我们中心点假设是原点，好，中心点是原点零零，然后焦点是在 S 轴上，而且它的短轴是12，正交旋长是8，好，啊，求它的椭圆方程式。那我们有短轴长是12，可以知道 B 是6，那正交旋的长度是 A 分之 2B 平方是等于8，所以我们把这个 B 等于6带进去，就可以解得 A 分之72等于8，所以 A 就是9，所以它的方程式我们就可以得到81分之 S 平方加36分之 Y 平方等于1。